Hello， 小伙伴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学亮哥哥呀。我是你们美人姐姐哟。美人，我快不行了，我身上的吃的都快没有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就得啃树皮了。再忍忍，再忍忍，咱们要这么回去了，让地上的鸡鸭牛羊怎么看我们呀？去了那么长时间，就找了三个遗迹，胜利就在眼前了。行吧，美人美人，太空人能骑小海豹？骑小海豹有什么用啊？比我自己走的都慢。好像确实走的不怎么快。赶紧找资源吧，早找早回家。行。美人，你收获怎么样？先说你的收获。十个石油块。那我比你还强点，我挖了点青铜石。那咱回去吗？走吧走吧，我也找不动了，这屋子太少了。跟我走，带你种氧气果去。氧气果也能种啊？能种，带点氧气果的木头就行了。怎么种啊？难道直接把氧气果放在地面上，种一个给一个？你傻呀，那还费劲种的干嘛呀？去工作台把氧气果变成氧气果种子。嘿嘿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就给你开个玩笑。我看你就是傻，你挖到青铜石了吗？没有。那我给你几个吧，再给你点燃料，咱们再去鸡圈用包子装饰一下。行，美人到时候等等我呀。快点吧，等一会儿我都装饰完了。哎，美人你先别拆了，鸡全跑出来了。那你拦着点呀。我拦着点，我拿什么拦呢？算了算了，让他们跑吧，敢跑的一律杀无赦，今天晚上全给你们烤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